正好是下课了，然后他们在那个屋那个房间那个窗台上面，然后看到有结婚了嘛，然后要喜糖了嘛。新郎官也在发，新郎官刚开始的时候是拿了一大包，然后打开以后都是往院子里边发嘛。那个学校里面发糖的时候，那个学生的气氛太好了。